管频道搜索新加坡封老师 Dr. Feng Singapore 就能找到我。哇，我们在这个成都得到了非常盛情的款待。然后呢，这个我突然听到好像国内可以翻墙啊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我正式的推广我的频道 Dr. Feng Singapore 新加坡封老师。赞耶耶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封老师 Dr. Feng Singapore， 行走中国给你看各地的美食。这个和徐大哥今天在成都啊，跟徐大哥在一起畅饮。然后呢，这个干一个，走一个，走气，走气，走气啊！这个来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啊，这哪天我跟网红了，大哥。